新港洪天宫妈祖元宵照境，伫咧24号透早盛大举行。嘉义县长翁章梁、立委陈冠廷，阁有洪天宫董事长何达鹏，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共襄盛举。吉时一到，由嘉义县长翁章梁率领贵宾点前起马炮，众人前往殿面团拜，依照顺序请出妈祖神尊上轿，展开照境仪式。新港洪天宫妈祖元宵盛大亮灯，届时馆长点燃起马炮以后，震撼炮声正式开始。武洪县百年八馆新港洪天宫元吉舞新港国小表演小小北馆，国民国小表演宋江灯传统民俗夜灯，少年人的创意跟活力带来新的舞蹈元素，让庙会在庄严古有的仪式之外，除了活泼的气息，相信妈祖将庇佑所有乡亲，带予大家平安加福气。新港洪天宫每一年的元宵都会绕境啊，那整个仪式非常的庄严，那包括个点戏出，那元宵做戏哈，我想这拢是做传统的。那今仔日看到因的旧班会啊，做些少年啊，也带进来新的元素哈，让整个庙会除了在庄严跟旧有的仪式以外，那多了很多年轻人活泼的信息啊，所以整个元宵的整个绕境啊。那我们希望整个可以顺利圆满啊，妈祖带给大家平安，带给大家福气。谢谢啊，代表现在全国粉丝们啊，我们在感谢感恩的两百万的哦，谢谢啊，我们台湾的妈祖一年哦，都是妈祖不那些贵的台湾的安心嘛啊，谢谢粉丝，感谢感恩啊。新港洪天宫妈祖天上圣庙。领调天启二年16/2先民恭请准阿妈来台，新是永驻本港。清康熙39年1700年，本港居民合建天妃庙，嘉庆初年污水泛滥，敬献满横梁，经水师提督王德禄官方创建，新乡居民逐主合建。在嘉庆12年1811年，洪天宫竣工落成，造成古本港历史遗迹。洪天宫历史悠久，古迹纷呈。除了珍贵高枝头庙内保留历代文物和珍贵的民间信仰文化资产，开台妈祖多达300多年来，历经不同朝代、地理环境的变迁，不论天灾人祸。妈祖圣德参天，显灵福泽众民，为在地居民以及广大妈祖信徒之精神信仰中心。谢新闻蔡明东、新港乡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。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